晶兰为何被称为四王之花？提到水晶兰，很多人就会把它和武侠小说中的幽灵兰、死亡之花联系到一起来。很明显，现实生活中的幽灵兰并没有武侠小说中所描述的那么神奇厉害。这种植物之所以被称为死亡之花是有多种原因的。首先是它的生长环境。水晶兰主要是生长在隐蔽、湿润的深山老林里面，而它的能量来源主要是依靠寄生的一些腐殖质中吸收，像一些坟墓附近就比较常见到这种植物，并且它的出现时间主要是集中在春季的三至五月份，并不是一年四季都能见到。其次是水晶兰这种植物的寿命很短，似幽灵一样很快就消失了，因为它是不能进行光合作用的，是一种寄生的植物，所以寿命非常短，有极易凋谢，一旦开花以后就马上死亡了。可能今天还能看到它，到了明天你再去寻找就见不到踪迹了，并且在它死亡腐烂掉以后是看不到任何的踪迹的。最后一个原因就在于它的长相了。水晶兰长得和常见的植物不同，喜欢生长在幽暗、潮湿甚至是很多人认为很阴森的地方。这里的环境本来很阴暗潮湿，可是水晶兰却晶莹剔透的，和生长环境格格不入，并且还能开出洁白的花朵，因此在民间就有了幽灵兰死亡之花的别称。